现在收了多少人？那我再去。因为医生把那张床，说这周中了多少人，一个房子这周两张床，我知道我想不开。这周中了多少人？他马上来，如果我们专门有人在那里负责收治，刚才在收治病床位的时候，嗯，在诊断化再问，是啊，我是问他现在收治了多少病人，我是问这个情况，我并不是床位数是那个的，我是问他现在因为每天都在变化，知道吧？我的这情况，那我不知道，我搞不清楚。你给他布置很细的一个位置。嗯，因为收治多少病，我们是这样的，他收治了我只知道有多少张床位，你非要问我收治多少病人。